本节课程主要演示 Apriltag 标签码识别的操作效果。Apriltag 是一种常用于机器视觉中的编码标志，它具有较高的识别率和可靠性。本次 Apriltag 标签码是特定的格式，出厂已配套相关标签码，并贴在积木块上。在同一个局域网下，打开 VNC 远程登录软件，输入主板的 IP 地址和密码。按 Enter 按键登录，打开终端，输入 Rustcore 并运行。另外打开一个终端，输入标签码的识别指令并运行。将贴有标签码的木块放置到摄像头视图框内，就可以看到识别效果了。需要学习源码的用户，可以到对应的路径下查看源码文件。本次课程到此结束，感谢观看。